开始移动开了，好，下个呗。开吧，动手吧。好，拆箱，拆箱。我等下，你知道我现在干嘛？不能。 这小孩子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我的项目箱要拿。不要，风险过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最近说了，怕我们车有摔了赔不起，买不起，所以给塑料的便宜一点。这个是最短硬的，最近拿。这个硬的啊，翅膀这个啊。看个远点，这个远点比原来站得多了。啊，我看了远点。应该来站得多了。看这个比排气比较好看，好看好多了，排气。但是换下来的声音比更好看，声浪更好听。这是这边还有。 这一块哈，明显看，非常硬的。这个这边，这边来的造型不一样。好，看到这里，等下拉过来。对，就像说有的人他看不出来的。这样，先拆箱起。拆过了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一块不一样了，预留了这个孔啊，预留了有啊，行车记录仪应该是有预留孔了。 转向灯，它这里是原来的，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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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包括路边的路了。这边老黄的颜色差不多。QJ。点名水叫过了。没有点名水。现在不用点名水了是吧？哎，对了。看一个细节，原来那个追六百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子的，现在没有了。我操！BS 线那个是。小姚要超车。我操，第一桶油。没这么大的勇气啊！点把火。加油加油！这点油够拧几下油门。两升油。做梦去吧，估计他在睡着了，梦里面会优惠一万。优惠一万？哪里有啊？给我拉一火车。梦里面有。来 ，CBR 六零啊。Q 油箱要大一点，对。Motor。这个仪表盘是不是换过了？换过了，换仪表盘。这个跟那个也很像的。这个仪表盘应该换过了。啊？打火呗。这个启动，膜给它捏捏紧啊！来，这是投屏仪表。来来，老王第一把。在这里。